大家好，你知道吗？地球上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安全的饮用水，因为水处理技术无法解决微生物侵蚀和消毒附属物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会导致癌症和新生儿缺陷问题。塑料瓶装水中含有塑料微颗粒，会产生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肥胖和癌症。有幸的是，我们有了解决的方案，帮助对应气候变化，并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。Aqueous Solutions Global 零污染水处理技术。能够在处理水的过程中减少电能的排放，我们的解决方案还能够帮助水处理行业生产最优质的饮用水，用于供水管道供应，因为我们解决了微生物侵蚀和消毒副产物的问题。你还记得？在1992年，一位年轻的女孩在联合国发表演说，要求政治家们为儿童的未来和气候正义而战。20多年后，另一个女孩再一次在联合国发表了演说，并向政界的人士提出了同样的看法。今天的孩子必须为他们的生存权利、健康和医疗保障做争取。作为成年人，我们必须为自己不加入环保行动而感到羞耻。我们有赋予孩子，我在这里代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发言。无论贫富、政治家还是工人，我们都处于癌症疾病的死亡和神秘的超级细菌疾病死亡之中，没有人能避免它。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。我要求您加入我们，我们共同为自己和孩子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，谢谢观看。